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继续是放台，我张小颖，嘿咻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看能不能把这个 Bride 的这款游戏结束掉。我们昨天卡这个地方卡很久呀，等等，俺现在发现，啊，等等，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我看一下。他这个石头是怎么？我看一下他那个。哦，啊，他不要咬我！解决了一个谜团之一，我就说那个怎么可能没有开关？搞半天不是没有开关，是我没有正确的使用它。不需要这么拼命，我可以这样。哟，拉丁，好久不见，拉丁。对啊，我还没有改呢，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改一下。哇，俺不知道在哪里改，混蛋。呵呵，糟糕，算了，等下再研究。先把这个关卡搞定，我很认真的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一颗是不够的。奇怪，刚刚不是好好的吗？居然成功了，太神奇了！如有神助啊，这个今天。看来姐今天考驾照的好运气，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啊。
标，下一张地图。看来是要一路先爬到上面去，按下那个开关以后，下来拿钥匙，然后再按一次开关，然后再爬下来。所以我们这样，哎呀，竟然有只兔鸡，太坏了！怎么可以在这边藏一只兔鸡？这个往下，哇塞，我擦！那我觉得我刚刚，我应该，我应该这样。这样吗？我想想看，不对，我这样我顶多能下到下一层。那我应该是换一个方法。我现在要使用的方法是非常高超的方法。擦，邪恶的兔鸡。就是这么高难度，就是这么高水准。就是这么优秀。啊，你就是这么优秀啊，哈哈哈哈。这个平台是干嘛的？先按按看。哦，掉下了楼梯。然后呢？
会睡着的吧，会睡着的吧。不要击鞭我，不要。好像不会真的击鞭我。这有毛用啊！这有毛用啊！起还是上不去啊，混蛋！这有毛用？看来是上面的玩意儿要想办法拿下来。我想看啊。这个先拿起来。哎呀，死翘翘了。我想看哦，先挖苦一下，看一下最之前的情况是什么。我好像干了一件傻事。啊！我干了一件傻事。那个平台上的我是不受到影响的。那是一个不受影响的时间平台。现在才发现，难怪觉得怎么怪怪的。那我要想想看，这是要怎么处理了？想想看啊，先把它弄下来，应该是没错。先把这个平台调过去。调过去以后呢？啊，这个调过去以后呢？哎呀，懂嘞。哦，等等，我想一下。调过去以后，等等，我想一下，调过去以后。我想一下，那个楼梯掉下来是什么情况？我觉得我需要慢动作看一下那个楼梯掉下来的状况是怎么个掉法。哦，这个会移开。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让这个楼梯掉下来的速度慢一点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让这个楼梯掉下来的速度慢一点，是不是有搞头？那我这样，我需要一个挖苦。哇！来不及挖苦。哇！先把它再抠回来好。想看啊，首先呢，
我要先把这玩意放在这里，然后我把它弄上去。用非常非常缓慢的速度升上去，然后我把它放下来，啊，等等，真的放过来一点好，这样试试看。但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有点异想天开。真的有可能办到吗？能办到吗？啊，这样不行，稍稍挖苦一点。啊，等等，再挖苦一点。觉得我的想法有点，自己都觉得有点异想天开，但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哎呀，到定点以后，好，赛跑，啊！其实管异想天开了，是吧？觉得姐异想天开了，
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把 Y 放在这里吗？好像没有办法。啊！哇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把 Y 放在这里。哎，等等，等等。啊，只要被吃掉了。被吃掉，马虎回来。真的，放在这里呢？然后我该怎么做？想看啊。嗯，把它拉回来。怎么想都觉得时间上不太可能。等等，我要想个办法让我可以想看。我先把它放下来。然后哎呀，不对，这样我还是过不去。先转这个，把它转回来。按这个。等等，哇，也这样吗？哎，别这样。想看哦，我先把它啊，
不，哇嘞！想看不对不对，这样顺序好像就错了。用飞一样的速度。哇！啊，想想看啊，这个到底该怎么弄？我先把它转回来。哎，等等，我先过来，然后啊，搞定，还是有那么点天分的。接下来就是上面这玩意该怎么办呢？先把它转回来啊，可能是要踩着这个先把它转过去，在这边放一颗，然后哇嘞，不行，没护。想看啊，这样来不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应该是要踩这个升上去，没错。放这里是没有用的。感觉放这里没有用。放这里我的。想想看啊。先把他挖苦回来。再把他挖苦过去。然后我站在这边。阿棒。
太优秀了，太优秀了，哈哈哈哈，太优秀了，别做成吧。嗯，上面有一个钥匙，但是钥匙被关着。嗯，先很俗的用这个方法看看吧。哇塞，不是吧，姐会被炸死吧，快跑。我啊，啪叽啪叽啪叽，这我该如何是好？这我该如何是好？想想看，这我该如何是好？嗯，我擦，救我！这个等死节奏，这我该怎么办呢？放这里有毛用吗？我看看啊。似乎并没有呢。让我想想，旁边这个炸弹真的太讨厌了，这个炸弹真的太讨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时间又不够，我飞一样的。我的时间又不够，我飞一样的奔跑。想看吧。嗯，好吧。试试看一个方法吧。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哎，不对，我在干嘛？试试看一个方法。首先呢，我先把这玩意儿放在这里。但是我如果挖苦的话，算了，反正是试试看。然后我愉快的到这里来，啊咔嚓，不愉快。就，然后我在这里愉快的我挖苦，然后我愉快的我按按钮，然后我愉快的我啊，慢了那么一咪咪，没关系，这可以改进了。
我们只要稍稍稍稍挪一下的位置，我们只要把它给放在正。然后给我们一点准备时间，然后把它拿起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放在这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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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子。来吧，我准备好迎接你了，来吧，来吧。好的，枪啪，我真的，我必须要把它拿回来，这个不拿回来。拿回来，我们不能往前走，必须拿回来。好，噔噔，完美。哎呀，这是谁啊？你来的好慢啊！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了，公主在别座城堡啦！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哦。你确定有这个人吗？搞了半天我们根本走错公主了。公主不在这边哦，你走错路喽！怪兽表示你走错路喽。那我们六个世纪都完成了，然后呢就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没有了。楼上呢？阁楼呢？哦，还有一间。提姆希望能得到线索，哒哒哒。他往北方走去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找到公主。但在这个反向进行的世界里，其他居民会怎么看他呢？刚开始光芒是强烈而温暖，然后开始闪烁，直到什么都不剩。所以这边是反向的。一切都是反着来的，这个意思吗？啊！哦，吼吼吼吼吼！俺明白了，也不能算明白啦。吞回去了。
出来啊，你混蛋！敢吐出来！啊，那啊！哎呀，俺这个跳不准。哼，好，哼哼。啊，等等。他把人给吞回去了。等等，榴莲头，等等我。Fight！ 哇塞！等等，这就是公主吗？是吧？啊！哎，姐烧死了！你可不可以别这样？太极限了吧，这个呼呼呼哇，等等给等等给啊你个出路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这个我该怎么办？哇不不不！啊，这边我得想想看要怎么办啊！我觉得我刚下来的速度太慢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早一点下来。公主要死掉啦！等等，啊！哇，这边到底怎么办？我想一下，再研究一下。
有可能再快一点点吗？啊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这一次的速度也比较快。啊，不行。救救救救命！这个过大大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好不容易跑到终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路挖苦。我是不是照理说应该要找到钥匙，但是我好像没有拿到钥匙。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刚刚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锁？莫名其妙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连书都不给念了。他们转弯走向坚尼街地铁站。
他拿出两尺罗盘归纳观察最多的苹果，在他找到公主并且在他找到之前绝对不会放弃，因为他很饿了。他把老鼠切成块剪他的大脑，一把巫师植入只靠喝水充饥的猴子的脑壳。他观察最后的苹果，观察垂掉的细线一端金属球体运动。在一晚流浪之后，他跪在沙漠里的一座碉堡后张望等待。那一刻便是永恒，时间静止了，空间被压缩成一个点，犹如开天辟地一般。他感到自己有幸目睹了世界诞生的一刻。不远处有人说成功了，另外一个人说我们都成了混蛋。哈，书信姐看得懂的吧？糖果店，所有他想要的东西都在橱窗的另外一边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他试走向门口，但他没办法，被用力拉住了。为什么？他想要使用暴力。他不敢肯定自己是了解这一切，哒哒哒，他好像更迷惑了。我才更迷惑了呢。建成一座城堡，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石头。这些石头不就是我们那些关卡吗？对吧？这些就是我们跑过的各种关卡。这就是 ending。 哎呀，我必须要说完全不懂他们在干什么。然后承认我完全搞不懂他们在搞什么东东。不明白。好吧，看来这个游戏结束了。结束之后，我还是搞不懂这个在干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是搞不懂这个在干什么。但就游戏来讲，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玩的。它的这个游戏的方式，就是你可以挖苦回去。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它这个游戏玩法蛮有意思的，可以玩一值得一玩的游戏，值得买来玩玩看的游戏。好吧，那我们这款 Bright 就到这边。明天我们要来玩的接替这款游戏的叫做 The Bridge。这个 Bridge 不知道是什么游戏，好像是一款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接下来玩一款叫 The Bridge 的游戏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那我们明天见，下架，那拜拜。